为了庆祝救国团成立66周年，救国团领导官团委会在保利行政分区举办团庆活动，内容包括义工带来精彩表演，主持即由义工表扬，现场也有丰富奖品的舞彩，以及官友会活动，场面是盛大又搁热闹。救国团南投县团委会13乡镇市的干部义工朋友，今仔日伫保利庆庆祝救国团成立66周年。大会安排精彩歌舞乐器演奏热场。66年来，救国团重视社会公益，陪伴民众成长。大会准备一个鸡卵糕，祝福救国团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救国团66岁，生日快乐！很开心，很高兴今天可以参加救国团第66年的周年庆，然后晋升，因为我们国军队是最活泼、最活跃的，然后参加这一次的活动，让我们凝聚向心力，然后继续发光发热，把我们的爱散播出去。救国团66周年庆祝，照例所有的干部义工，大家拢爱真欢喜，但是因为东山会监督，救国团的业务推动白卡白手。诸位马文君非常的感慨。今麦当然有真济一挂政治的考量，咱希望讲，未来咱救国团同款，佫会使像过去同款吼，继续来推动咱社会公益，而且带动咱的所有青年，都可以投入。我们希望他还是可以平平顺顺的，然后为我们的社会、为国家去做更多的事情。为了感谢驻青职业的义工，长期投入救国团的服务工作。团庆活动表扬各乡镇市团委会推荐的受奖人员。咱有足侪足侪义工，因平时拢投入真侪时间，甲因的资源，来做社会服务，今仔日嘛有特别个表扬，嘛希望讲因会使继续有这款心情，继续来搁替咱的社会搁来做搁较侪伊的服务。一年一度救国团团庆活动，主办单位除了安排精彩的表演节目，嘛有奖品丰富的舞彩。四周围嘛有各行的在地小吃、手工艺品的摊位，非常的热闹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